大家好，今天是2021年11月13号星期六啊，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儿啊。我们在菲律宾呢有一哥们儿啊，也是做这个视频的啊，在抖音上呢也挺火的，有3万多粉丝。我就不透露姓名了吧，因为这个事情跟他有关系。他也说呢，就是不希望把名字透露出来，但是这个事情呢也是他让我们去给大家讲一讲啊，也防止大家会有日后的这种的情况。那我们怎么称呼他呢？我们就给他就称呼他叫菲律宾御史吧。为什么叫菲律宾御史呢？御史啊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官职啊，或者一个官位的名称，其实就是在中国的古代吧，就是给这个朝廷提意见的啊，发现问题提意见的。那为什么管他叫菲律宾御史呢？因为他的这个抖音啊，主要关注呢是菲律宾的民生，比如说菲律宾国家的腐败情况啊，菲律宾群众的这个生活的惨状，对吧？菲律宾人的坏和懒等等，是这些方面的啊。所以我们私下里管他叫菲律宾御史，所以我们就用菲律宾御史来代替他的这个称谓吧。那么他给我们讲这个事儿呢是怎么回事？是这样的啊，就是他在抖音上有3万多粉丝嘛，然后呢，他有自己的粉丝群啊，还是小有名气的啊，有很多死忠啊，死忠。真的是比我们强多了啊！你看我才折腾到现在才2000多哈，然后我身边大多数人也就是8000、1万，我这就顶了天了啊！但是他有3万多，真的是很牛逼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呢，他说这样的，他说前些日子呢，有一个人呢，就是那个骗子啊，山寨了他抖音账号，什么头像啊、名字呀、签名啊，啊，所有的什么地点啊，什么都山寨的特别全，然后下载了一些他可能以前没注意到还能下载的这些抖音的视频。然后呢，这个骗子应该还用了其他的账号啊，潜伏进了他的这个粉丝群里面啊，然后去看那些粉丝比较活跃，对他呢非常的喜欢。然后呢，这个山寨的这个账号这个骗子吧，然后呢就去联系了这些粉丝，有些也是他的朋友啊，然后就跟他们说，哎呀，我现在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从菲律宾回国的机票，但是我现在付不了款，你是不是能帮忙给我给国内的那个票代打一个电话，说因为菲律宾这边呢，我那个国内的手机停机了，我这菲律宾的电话打不回国内去。那你想，都是他的粉丝或者他的好朋友，肯定会帮这个忙，就打一电话的事儿吧。然后呢就打过去啊，那边就说因为他在菲律宾，所以这样那样的原因吧，就不能付款。而且呢那边还会催促说，这个如果这个12个小时或者6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这个款不能打到这个票代公司的话，这个票呢就被迫放弃了啊，因为这个买票的人很多，不可能给他留着这个位置。然后呢他的这些粉丝啊什么就会把这些消息呢，哎，就是传达给他。然后呢他那个山寨账号里面的人呢，哎，就会表现得非常的紧张，关于这件事情，哎呀，就这个，哎呀，很难呀，怎么样呀，好不容易弄张票怎么样的啊。你想，有很多粉丝啊或者朋友啊就很热心嘛，说要不这样吧，说那个御史大人，我就先帮你那个把钱垫上，我到时候你再还我呗，咱们都挺熟的，对吧？因为很多人也跟他都是加过微信的嘛。好，你只要把这个钱给这个所谓的李经理啊、王经理啊，这个电话号码这个票代打过去啊，你再找这个山寨账号，就发现已经注销了啊。所以呢这个事情呢还真的是挺严重的啊，因为像这影响一张菲律宾机票就是5万多人民币啊，对吧？那这些人钱完了以后，然后呢有的人就，对吧，人家是垫钱的，还得去找我们这菲律宾御史朋友去得要这钱去，管他要，他一脸懵逼，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知道吧？后来啊，就是人家把截图拿出来的看啊，才明白是这么回事，才这么回事，知道吧？当然了，哎，这种事情吧也是很多朋友吧不太小心啊，不太小心。就是其实呢抖音上跟你这么说，这个用这个账号跟你说，其实私下你应该可能拿微信呢、啊、或者什么呢，应该跟他再做一下确认，其实是比较保险一些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呢就这个事儿他跟我们说呢，就是让我们呢注意一下，不要犯同样的错误。后来我们也跟他说，我说你在菲律宾天天揭露人家的骗局腐败和这个狡诈，我说您自己都是老战斗员了，对吧？连这个，哎呀，都没有跟你的粉丝去普及一下啊。但是呢这件事说出来之后呢，我觉得也是应该跟大家说两句这个事情，因为保不齐哪天没准那孙子来山寨我，对不对？也有可能啊，甭说山寨了，现在他妈的好多那个纸飞机的群里边，那个什么好几个菲律宾的网站，包括他妈头条，他妈好一帮人来山寨我的文章，对不对？偷走了以后拿我文章挣钱去，也不给我点钱，是吧？有这样的啊，但是他们也就是偷点我的文章啊，还没到去外边骗人的程度。但我觉得这事情吧，也可以先提前跟大家说，应该打个预防针啊，千万啊，碰见这种借钱的行为，一定要跟本人
去核实一下啊，特别要注意一下他的账号是不是有问题。好了，今天跟大家聊这里吧，明天我们再继续聊菲律宾的事儿。